跟前男友联络的三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下面很痒，然后第二个会打电话来联络就是要借钱，很多都是这样，男朋友、女前男友、前女友打电话来借钱这样子。第三个，他就是在做直销，就是直销就是想要卖保险啊，就对啊，都不好啊。好，我想找王先生，找他干嘛？我以前的好朋友，我是他以前的好朋友啦，然后我想说问他在不在这样子。他不在啊，那你找他到底要干嘛？你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像他女友啊？没有啊，什么？是吗？没有，我是他以前那个同事的啦，啊，我现在就是在做银行，然后想要说推销他信用卡这样子啊。他不需要办卡啊，你以后不要再打来。哎呦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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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